好了，没事，走一下。这双鞋子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太难掌握平衡了。那你要尽快适应，因为你还要穿着它跳舞呢。跳舞？为什么？这个周末有一个化妆舞会，我想邀请你一起参加，做我的舞伴。化妆舞会是什么？它是从欧洲传来的一种舞会，参加的人都会戴着面具。那你想象一下，戴着面具的人可能随时是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，是不是很新鲜很刺激？那我要怎么找到你呢？放心，我呢就会戴着这个面具，你只要记住他的样子就好了。哦，不行，我不能跳舞，我还没有学会呢。上次你教我的时候太丢人了。没事，我现在继续教你。我穿成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这个手啊放在我的肩膀上，这个抬高一点，放松放松，然后这个手握住我的左手。哦，没错，然后我这只手啊放在你的背后，可以吗？啊，跳舞的时候跟着我的脚步，所以先是左脚，一二三四，可以吗？然后就右脚回去了。嗯，一二三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继续啊。我慢慢来好吗？一项链，我捡的。这是我的绳结，是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排队买来的，你凭什么插队啊？你的绳结？对啊，不然是你的。Thank you.
听，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想去夜市买点东西。啊，爹昨天说想你了，我答应他，今天戏结束之后带你过去看他。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嗯。哟，放出来啊！啊，你谁啊，兄弟？我好像不认识你。你至于吗你？啊，还装着不认识吗？不是装，是我压根儿不认识出卖兄弟的人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那是谁啊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啊，出卖你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？啊？你爸手底下那么多便衣，每天盯你的梢，那想找着你还不容易吗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被逮回去了。我不管，反正这一次是你办事不力。嘿，我这出工出力的帮你背黑锅的，一点好都落不着是吧？还是不是兄弟啊？是兄弟，但你还是欠我一次。行，算我交友不慎，上了贼船了，行了啊，今天。我给你保驾护航，别说是你爸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今天也不许让他打扰你，让你玩得开心，行不行？走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我等人呢。等谁啊？朋友。行，那我先进去招呼客人了。爹，最近呢有很多老板都过生日，光今天马老板就收到两笔定金，让咱们去唱堂会，而且下个月的堂会都安排满了，师兄弟们都可高兴了。好好好，想不到咱们戏班真的在东江给赵门脚跟了啊。天三，咱们什么时候出院呢？啊，爹您别着急，医生说了过几天再复查一次，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可以接您出院了。爹，这次您就踏踏实实的把病养好，反正西方的事情暂时您就先不用担心了。我没事儿，只要你们好，只要咱戏班好，我呀就什么病都没有了啊。嗯。嗯。爹。嗯。听呀。你去给爹打点水。哦。爹，嗯，这几天住的还习惯吧？嗯，挺好。那就好。